这女人是谁啊？我的妻子，她失踪了。老公，这位女士就是你的太太。老公，我自己老婆我还能不认识吗？老公，你到底谁的你？老公，别打我！这女人就是个疯子。在别人看来，你才是那个疯子。老公，欢迎来到东南亚。 我定真真的没问题，没有创作者会丢弃自己的创作工具，他就是很爱。救救我，老公！你可咋回事？你活的？这里只有我呀！别吓我，我是木子呀！你信不信我现在上来？够了，别再试这一药了，医生都不让你吃了。谁要给我？ 你没发现是你太太一直在保护你吗？我没有疯，我真的没有疯。你放弃自己就算，你别拖我下水。你们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你。